爱的五种语言，爱的关怀可以让婚姻、情侣变得更好、更坚固。关键是在于了解对方的爱的语言是什么。Dr. Gary Chapman 爱的五种语言是：第一，肯定的语言。这类人喜欢听到肯定的语言、鼓励的话，收到感谢卡片。第二，专心时刻，需要有时间的陪伴、语言上的沟通、一起散步、看电影、讨论问题。第三，接受礼物。对这类人，你可以成为送礼的高手，陪伴对方也是一种无形的礼物。第四，服务型，常常需要对方帮助他做事情、做家务，甚至参与事务的决定。第五，身体的接触，这类人喜欢用身体的接触来表达爱，接吻、拥抱和牵手。